看看新闻网。十一月可谓是娱乐圈的大婚月，黎明旗下歌手尹昌佑也在近日举行了婚宴，与圈外女友相恋近十载，他婚宴不求风光，大打温情牌，只请至亲好友出席。不过即使如此，还是有众多圈内人完全不给面子。其实李治廷Janis Man 都有请嘅，但系佢两个都唔得闲。咁至于我谂大家都好关注嘅黎生咧，系啦，黎生咧，其实我有亲自去俾贴佢嘅，不过今日佢真係非常之忙，所以佢嚟唔到。咁但係佢都，我失望冇。咁始終都係做嘢緊要啦。咁因為點解冇失望呢？因為佢送咗份禮物俾我啦。咁。